京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永京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您好，欢迎收听永京新闻。首先请听一名提要。县委书记贺国勇赴永定和永清段进行视察。红旗影像新民居建设暨新家园社区配装奠基，县委副书记王秀富出席典礼。省水利厅检查组到场检查防汛工作。5月28号，县委书记贺国勇对永定和永清段进行视察。县委书记贺国勇率县水务局负责人从永定和永清段最西端桥东路向张庄北村开始，沿永定河主河道驱车向东行走20多公里，到达韩村镇苑家坞永定河桥，途中不时下车实地了解永定河及永岸相关情况。永定河全长680公里，我县境内全长32公里，流经曹家坞乡、管家坞乡、韩村镇和独谷村镇。